接下来呢是饮食店的相关工作，工作地点呢是在东京都的涩谷区，工资给予呢是25万到27万，日语要求呢是日常会话，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详细来参加说明会，说明会的时间呢是上午的12点，面试呢是下午的15点，到时候会有详细的会社信息。